现在还在卡，对不对？我们最近可能会先出一些造型。需要讲中代表。你小单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这也重点是，应该先讲时装啊。那你等下商店给我看一下。那妹怎么见？先准备，啊哈，那怎么办？那关少一星，差一点点了，就是那一关啊，不然下一集再去打，然后就卡在这边了。也好。那你这里先把造型掉掉。那当然，你上面豆粉都还没讲了。哎，我先跟你们讲豆粉。这样，哎，它可以这样看哦。这个马我觉得蛮帅的。啊，稍等一下。啊，真的啊！怎么越玩越女神的感觉啊？哎呀，真是老是一直聊天。